코로나 동에 송 그베 그바 김젠데부터 가르려서나 난조 코로나 님이 되게 삼야 무치단디 딱 코로나데 뭐네 어진이부 우리는 就可以 获得所谓的一个极致，还有安乐。可是要获得极致安乐的话呢，要有一个方法，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道。透过这个方法，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脱离了轮回，证得这个涅槃的涅地的这个果位。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无我的智慧，从无我的智慧呢来引申出安乐的一个极尽涅槃的一个果实。所以在这里头主要要。在这个法趣相道这里头呢，主要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佛陀的这个苦集灭道四谛法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当下的这个法趣相道呢，是主要是在观修轮回的一个过患。我们要对轮回所有一切，都要升起一颗返回的心，就是一个厌离的一颗心态。这个呢，也就是阿底峡尊者在三世道里头所说的中士道。阿底峡尊者把这个内容呢叫做中士道的内容。那我们前面的这个法趣相法呢，就是属于下士道这个部分。透过法趣相道，我们能够对轮回升起出离心。但是在我们具有出离心之后呢，我们到底是往哪一个方向走，这是不一定的。有可能出离心会引导我们走到声闻道上，有可能呢会引导我们走到菩萨道上。因此如果我们走到了这个声闻或菩萨声闻或是独觉的一个道上的话呢，那我们在路上呢可以说是走到歧途了，走到一个较远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路。因此我们要在道上呢消除这些种种的一些迷惑。那怎么样去消除道上我们走错路这样的一个迷惑呢？我们应该用大乘的一个慈心还有悲心，使得我们能够从声闻乘还有独觉乘的这个路上呢能够回返过来。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一个道上除惑。那所谓的一个声闻还有独觉呢，它主要的心念就是想自己独自一人从轮回中得到解脱，获得涅槃极性的一个安乐。这种道呢我们叫做这个声闻乘的一个道，或是独觉乘的一个道。所以他会因为他的一个修持反省而得到了等流果之后呢，进一步呢最后渐渐的会得到那个阿罗汉果。所以在我们修持声闻乘或是独觉乘的一个道路的时候，他以对轮回升起的一个厌离的这个出离心之后，透过观修四谛十六形象，然后呢他可以证得一部分的这个空性。而这种证得的这个一部分的一个空性呢，它是属于偏安的一个空性的，是一个偏安的一个极致。为什么说是偏安的呢？因为呢所谓大乘的一个大涅槃是既不住于这个极境，也不住于轮回两边。然而当下的这个声闻乘还有独觉乘呢，它是安住在一个极境这一边而已，但是呢它并没有在这个轮回之中呢也得到自在。所以我们说它是偏安的，在一部分在极境分这一个部分的一个极致的一个安乐。同时在菩萨这个十地经里头呢，这佛所宣说的这个十地经里头有讲到，就是说声闻乘跟独觉乘的这个阿罗汉的一个果位，他们也是证得部分的一个空性的。相对于菩萨乘的一个菩萨来说的话，声闻乘的这个阿罗汉他等同于五地的菩萨，而独觉乘的阿罗汉它是等同于六地的菩萨，他们都是证得了空性，只是在空性的一个正量上来说是不是全然的一个证悟，是部分的一个证悟。在当下的阶段，我们说
修行的这个道啊，有三乘道，就是声闻乘的道跟独觉乘的道，还有菩萨乘的一个道，所以有三乘的一个修持。然后就他们所证的果位来说的话，也有三种果位，比如说声闻乘的究竟果位叫声闻阿罗汉，独觉乘的果位呢，我们叫它披支佛，或者是就叫做独觉阿罗汉。而菩萨乘的果位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呢也会称它叫做阿罗汉，有时候呢也称它呢叫做佛果。那么三乘各有各自的一个佛果，这是就当下的一个修持的路上来讲的时候呢，是这样讲的。不过吉田松公的一个说法，在正法义里头讲到说，一切乘皆为佛种性，然后呢皆为一乘，就是所有的这个三乘的一个道路呢，它最终呢都是走向了证得圆满佛果。所以呢在龙树菩萨的一个教言里头呢，他说声闻还有独觉等等这些根器者呢，他在没有得到佛陀的这个敦促之前呢，他会呢在他自己的这种本慧身之中呢，以这个无漏的定力，然后呢恒常的处在禅定的一个状态之下，他这个定力使得他非常的醉心不已，就是让他非常的沉溺在其中，而不会从这个定力中出定，这样子就好像一个人喝醉酒了，他的就是在这个醉的一个状态一样。那同样阿罗汉呢，他因为这个定力是无漏的，所以他一直呢会在这个定境里头。之后呢佛陀呢会来让他呢从这个定力之中呢清醒过来。这个清醒呢是佛陀呢首先呢他会用他的一个心呢去放射的一个光明，去请他就是用这个光明呢来使他获得清醒。之后呢再会用语言呢对他说呢，就是你所作未半，你必须呢再次升起希求成就圆满佛果的这个心念，然后呢才能够得到究竟的一个果位，就是跟当下的这个阿罗汉说，你当下的果位并非究竟。然后呢之后才会令这个阿罗汉呢他再一次呢升起希求圆满佛果的这一个菩提心。当他升起圆满的这个菩提心之后呢，他就会进入到大乘里头来修持，然后呢会行持这个六波罗蜜多的一个内容，然后让他呢去累积福德还有本慧二种资粮，在这二种资粮圆满了之后呢，他同样呢是获得圆满的一个果实。所以我们在这个道上除惑冈波巴四法道上除惑这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主要呢是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应该呢不要去走到一个歪路去了，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绕远路的方法，就是声闻乘跟独觉乘呢，它是先得到阿罗汉再进入菩萨乘，然后呢再直取佛果，这是一个绕远路的一个路。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说它是一个有迷惘，就是不是很直接的一条道路。而直接走的道路呢，就是我们进入到大乘里头，从发菩提心开始，一开始就直取佛果这一条道路。所以在这里并不是说声闻乘或是独觉乘的这个路呢是错的或者是坏的，而是说它是一个绕远路。那我们与其呢绕远路，不如走捷径。所以呢在道上除惑是要我们直接呢就先走这个直接成佛的一条道路。还有在无着菩萨在菩萨第一论里头呢有讲到这样的事情，说呢我们如果说是受身在地狱，在直取菩提上呢并非是永恒的障碍，但是如果我们得到了声闻跟独觉乘的一个果位的话呢，它是菩提成就菩提上的一个永恒的一个障碍。在这里所说的一个永恒，只是讲说它一个很久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来讲说是永恒，并不是说绝对的一个障碍。那这里头主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身在地狱里头呢，它也并不会让我们障碍，就是不会很长时间的去障碍我们成就圆满佛果。那这可以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不清净的本身里头，本身传里头，其中的这个不清净的本身传里头呢有提到，就是说过去呢释迦牟尼佛他也当别称了，那当别称了，这是三界给他，既然谈的，我都切不定。